我一下。这都几点了？行啊，你最近怎么不下班以后再来呀？最近没罚你款，肆无忌惮了是吧？事儿真多，来来来，我就罚款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啊？回来。又干嘛？最近有钱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菲菲等，这两天我心情不好，你别烦我啊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跟我说一声。哎，我昨天丢了三万。三万啊？对。那你丢哪儿了呀？我要是知道丢哪儿，我不就找到了吗？能不罚了，今天不罚了。你走，我陪你去找找。哎，不用了，人活得真没意思。哎，王一凯，咱为了三万块钱不至于啊，那钱都是身外之物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王一凯啊，这三万你先拿着。不用吧？你拿着吧，等下班我再陪你去找找。你呀、啊，就别难过了，别上火，好不好？哎，对对，小凯呢？啊，找着了。这什么找到了？没找到。找到了，你太好了。这没找到、哎。你找着了？昨天晚上打牌，哎呀，我兜里了，这不是找着了、哎、三万。我有人。这就是你说的三万呀？没有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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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